钟欣凌，听说你是为了小甜甜的角色才去演舞台剧的。对。因为进入舞台剧界是跟这个事有关，是吗？因为其实啊，我小时候第一个对剧场有印象，就是陶斯是在剧场里头工作的。陶斯就是小甜甜的第二个男朋友。然后就是我刚刚讲，就是那个苏珊是为了救陶斯，所以灯光砸下来，然后陶斯才觉得要抚养他，所以那是我第一个对剧场的印象。所以到最后我真的考上那个戏剧学院的时候，第一次进到剧场里头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哦，这就是陶斯的舞台。真的，所以我最后在演那个吴念真的一个戏叫做《人间条件》，你可以用北斗拳杀他吗？西施，那我就帮自己的名字取名叫小甜甜，然后里头我还会唱歌跳舞，就这样。就是那你后来碰到演艺圈有一个自称是小甜甜的人的时候，你有发火吗？我其实有吓了一跳，因为我心目中小甜甜的心情。你要替别人着想，我跟你讲。请跟我们这些不熟的解释一下，安东尼跟陶斯谁比较帅？安东尼学生童，我跟你讲啦，安东尼是这一个，有刘海是不是？对，安东尼是这个。哦，陶斯才是学生头。陶斯是这一个。哦，那陶斯比较像现在流行的这种浪漫，就是比较韩剧 F4 那一类的。安东尼就是乖乖的，然后家里很有钱，一天到晚种梅花。就是如果真实的人类留这个发型，种梅花、玫瑰啊，玫瑰啊，玫瑰。自己家是干嘛的？他是孤儿，然后他是生长在一个孤儿院，有修道院里头，所以就是那句歌词：有一个女孩叫甜甜，从小生长在孤儿院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小甜甜有情有义，因为他跟他好朋友安妮，然后他不想要离开那个孤儿院小朋友，所以当有人要来认养他，他就故意使坏，做很多坏事。那大家都会唱自己喜欢的主题曲吗？会啊，我是小时候的记忆，那个怎么唱？但是我后来都没有把他搞清楚歌词的意思。You are sha, 爱的，소라가하얗게나루。哦，什么意思？听得出吗？反正就是怎么会什么会变快？我不想说。你小时候会在电视机前面跟着唱，一定啊，就是他开始，我会放在录影机里面嘛，那时候还是那个小卷录影带，然后放进去，然后开始就开始哇，跟着从头唱到尾这样子。那你有买过他整套漫画吗？有，那时候是东立出版社出了400多个单元，总共27本。请问《北斗神拳》结局是什么？《北斗神拳》结局有1部跟2部，然后2部有分动画版跟那个漫画版都不太一样。所以他是有爱一个女生，是不是？他第一部是为了要寻找他心爱的人，叫做尤莉亚。然后当初他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同门师兄把尤莉亚从他身边抓走，是一个很凄美的爱情故事。然后在他的身上，因为他跟他打输了，然后那个人就把他架起来，用手指在这边他戳了。就是这边前3颗呢，是一只手指这样插进去戳了伤口，下面这4颗呢是4只手指同时这样插进去。然后他被7颗啊，对，然后他被带走，尤莉亚被他带走的时候，他就在那边喊尤莉亚。你很像风吹牛郎。我就觉得好屌，就可以为了没有办法好好跟他们聊天。对，就是他爱上尤莉亚，然后去找寻尤莉亚，就对。所以你有幻想自己就是那个权四郎吗？小时候有啊，就觉得自己看完那个以后走路的样子，我连走路样子被一直影响到。他走路样子应该是怎样？就像我刚出场那样，他就是永远走直线，然后手都是这样，不会靠着的，他就是。像 Q 版的，好奇怪，是搞笑流氓啊！没错。
可是哆啦 A 梦的，我的妆花了吗？我刚才看到镜头，而且你眼皮上面有一颗黑黑的东西耶。它是眼睛，这个妆的精髓就是要眼睛闭起来。这个呢，就是他在眨眼睛，在你们眨眼。然后这个是眼球，我到现在才看懂你的妆哎，这样看起来有点夸张哎，因为我不晓得，我看不到我自己的眼睛。对，小叮当很喜欢眨眼睛吗？他很喜欢啊，小叮当很喜欢。你大哥，然后呢呀，就会拿着东西出来。教那个日文的才有气氛呢。打给高夫达。一起来。打给高夫达。变身电话亭。好可怕、哦。好可怜的节目。现在综艺节目很爱用的那个哇哇哇哇哇哇，也是小叮当的开始。对。所以漫画最多的是哪一个作品啊？哎，小叮当，小叮当，小叮当很多，而且小叮当的主题曲大家都会唱啊，对啊，那个前奏。你只有这个收藏品吗？好多、哦，我还有哆啦 A 梦的机器人，因为你一直拿着，好像只有这个可以炫耀的感觉。也没有，这很酷了。所以，请问你花了多少钱买哆啦 A 梦的东西？加一加，至少上百万一定。可是一定有，因为它周边上面好多，对，超多。可是没有很贵的啊。机器人最贵的大概五六万。如果是一比一等身高的，我一定买。你要买吗？我一定买。马国碧，你也买七龙珠的收藏品吗？有，我之前也是，我喜欢七龙珠里面的龟仙人，所以我买了很多。龟仙人？对，它里面那个我现在这个角色的师傅刚好是个龟仙人。对，可是为什么不喜欢主角而喜欢龟仙呢？我觉得龟仙人他就是很可爱，很，我觉得他每次看到那种穿比基尼的美女的时候，他跟人家比武比到一半的时候，龟派气，然后旁边瞄到有穿比基尼的，他就。然后就被打得很惨，我就觉得龟仙人很可爱，附带一整套戏剧耶，好可怜哦。可是我前一阵子就是因为录别的节目，然后带放在车上，然后就那个没有办法带来，现在就是天上的车烧掉了。你很过分呢，你什么事？就是别人的痛处你还用力踩，那是痛处吗？我觉得他体验一下他的高潮吧。北斗神拳抽水机，张昭之演上瘾喽！你后来有在迷恋玩北斗神拳的游戏吗？我最喜欢。